好，各位媒体朋友以及全国的国人，大家早安，大家好。我们立法院党团昨天晚上从下午的6点半开始，在议场前面就排队，我们等待的就是礼拜五的院会，一早7点钟，我们也会在依照议事规则程序来合乎规定的立案，并且我们希望能够顺利的在礼拜五能够进行议事。最主要，现在国人大家所关注的国会改革法案，我们都希望在朝野互相有攻防，但是我们认为台湾的主流民意还是最加重要的。过去8年一党独大，让立法院变成立法局的状况，真的不应该再持续下去。而立法院代表的是全国最高的民意殿堂，也因此我们在这边展现民意的基础。我们更希望能够代表人民来监督行政权。行政立法是应该要互相监督、互相尊重、互相制衡，才是一个成熟民主国家应有的一个作为。所以昨天晚上，虽然这个蚊子很多，虽然这个天气在夜里的时候突然也下降了不少，可是我们依旧充满信心。那我们第一班啊，第二班的这样的一个轮班，今天礼拜四委员会也都有进行，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跟我们党团的委员来做交班，那并且我们也都会行使我们的职权来去委员会或是相关的公务来做处理，在不影响我们白天的公务的进行之下，我们会轮流轮班的排队，就是确保礼拜五能够顺利的进行议事。那我们也再一次呼吁，民进党团现在是执政党的委员。执政的团队应该要了解台湾的主流民意的需求，并且看到主流民意的发展。昨天我们也看到了卓荣泰新任的行政院长来立法院拜会韩国瑜院长，院长跟院长之间都能够有良好的一个互动，并且院长跟院长之间也都了解行政立法互相尊重、互相的来制衡，能够让国家长治久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出国会改革，再次强调国会改革并不是扩权，国会改革也不是国民党或是民众党委员的权利。国会改革法案能够通过，国民党、民众党、民进党的委员一样适用相关的法条，而且我们在这一次修法的过程当中，现在通过了差不多30条的法条，其中有高达9条是用民进党党团的版本，30条里面有高达9条是用民进党党团的版本。换言之，我们不会为反对而反对。如果说民进党的版本提出确实有更进步、更超前、更能够有效监督制衡的修法，我们一样会尊重并且采纳。我想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我们虽然在外面从昨天晚上1点，到现在早上5点左右就起床，睡了不到4个小时，但我们精神抖擞，都还是充满信心。那我们也希望今天可以顺利的进行工作，那并且在今天轮流接班，明天早上7点钟顺利第一个来立案，并且顺利进行议事。守到是今天就守到礼拜五啊？我们党政从现在开始直到礼拜五都可以在。一样夜守。对。那总统，你今天要开到几点？待到有人来啊！有了，有了，有了，我们大家都有默契了。民众党会来。那民众党这边会来吗？会来。没有，我们刚刚才通知，刚好就是。但你应该那个，孟凯啊，都过来。我不知道怎么看，就是这2天的。这样的意识状况，你自己感觉是第一天有一些冲突的，我那边昨天的话是比较多的攻防啊，就是那种飞客啊，但还是有慢慢的转过来。进国会嘛，议事殿堂还是有期待。人民期待的法案我们不是要怎样通过？我们还是希望国会催眠不要被践踏。国会该做的事情，大家尽力来做，而不是比拳头，是比谁比较会骂。
我今天要做的是，为什么不能让台湾跟所有先进民主国家都一样，有非常成熟的这些相关的国家监督的权利都应该要有，国家监督的权利应该要有。我想这个权利的起源，我不会坚持。不管再苦再累，我们都坚持。那我们在这里再次强调啊，这个我们一起啊，来把国会改革的法案通过，从头到尾都没有影响，从头到尾都可以各自表达他的意见跟看法，在委员会的询答，还有部会首长都有做清楚的立场的阐述啊。那各界的意见我们也都多有听到啊，所以在朝野协商过程当中啊，包括吴宗宪召委所召集的，亦或是韩国瑜院长啊召集的至少四场五场的朝野协商，这个上网去看都看得到的。但是我们比较遗憾的就是在这个韩院长所召集的朝野协商过程当中，民进党就是代表社会代表就是不断的做人身攻击谩骂，不然就是做新台罗盘哈、这个回味三十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哈、不但强调这里损耗，不只是损耗大家的时间，更是损耗全国国人的耐性。我真的建议啊，柯总高以后要做这种人生回顾人生回顾的时候，可以开一个展啊、我一定会去报告。他要讲一天一夜，我都会陪他啊、我会好好的聆听哈、我是一个很好的听众。但此时此刻啊，是关系到国家的重大方针，我们应该尽快的啊，不要让人失望，尽快的来通过。所以我们来看到，不只是朝野协商的过程当中，韩院长召集的每一次都铩羽而返哈，也就是民进党的在这个朝野协商会场上的杯葛啊，还有在委员会的时候提出了44次的这个散会动议每一条逐条都提散会动议我想这从头到尾就没有很用心的想要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在程序正义过程当中能够让他们自己能够共同参与的一些表达我们自己放弃他的机会一个迟到的学生就要全班的同学来等你，这是不应该的。高博士，请问他怎么看那个柯总召说即便国民党这样的议案报社会申请事件？我还是再一次的向我的老朋友柯建铭副总柯总召再次的呼吁，虽然你可以调动5000人、10000人、20000人、50000人来到立法院帮你的党或是你个人或是你派系的利益来这里造势助威，但是你没有办法对抗的是台湾的2300万人一一的期盼，你更不能对抗这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国会，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机制，都必须要的机制这个不是一个人的武力这个柯总召真的要回归全世界全世界的基本力。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实在很难确保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也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补充益生菌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该怎么选呢？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最重要。面对换季引起的干痒红肿，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金三角全效配方让肠道增加好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录多篇学术报告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如果你也想尝试，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每日克菲尔，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